我没有想过，我那个时候已经不是紧张啊害怕，就突然间茫然了。我就是在想，我怎么混着混着把自己混到第七去了。只要冲榜成功，今晚单期排在第七位的歌手将不得不离开。英子本场是第七名。第七哦。是第七名。如果冲榜成功，走的就是离开就是娜姐。那就会有点悬了。福斯也可以我们保住的。Depends on your challenge。对决结果上。一边是律动，笑，笑，笑，要笑，是吧？这个东西就是面对。我是越来越松弛了，是真的，对。但是，我是不会唱了吗？我也不知道，但是这种感觉，你说大家喜欢什么呢？我觉得那姐姐还是说对我要求太高呢？其实我是不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被淘汰，不希望。我不会是因为排在第七颓了，我不是，我就怀疑自己选曲是不是有问题，因为这些歌不是导演组在选。哎呦，我差点把自己给弄，我这手都是凉的，笑哥，你该吓坏了，我想完死了。完了，死了！我也没想到，我还觉得挺自信的，觉得这个选了这么首歌，然后自己在台上那么自信，我还觉得挺好的。作品会留下来的，大家会觉得作品是是是，我是越来越松弛了，是真的。我也眼看着自己不停地找回自信啊，那种感觉，我还是会想，我还是会想选我自己喜欢的歌，因为你喜欢的歌，你就会在台上不停的动情啊。音乐骗不了人啊，音乐不能骗人。小阶段的粗糙水准。之间有嗓子的，像隆起一点点，就是我唱高音的时候，唱高音劈，嗓子起来容易劈，对，就这两个特点。你知道每一批来的观众其实都是新鲜的观众，不能想着哦，观众之前听过你唱什么，然后他现在他会对你有一种好像偏爱或者什么，不行。就在歌手的舞台上，每一次都是全新的挑战。四 ，that's the 平时。四十。So, that's easier? Yes. Oh, yeah, great. pocket, and I have many surprises in my pocket, and I'm gonna pull out one more for next week. I'm gonna do a Chinese song. 众所周知，我最近在参加一档大型的悬疑、竞猜、生存类的真人秀节目。歌手，大家看了吗？我是想说这个节目啊，真刺激，真顶流。网友们都说汪苏泷在这个节目里面碎了，我今天要郑重的回应，我很完整。大家会一直觉得我有松弛感，因为我不怕，
其实我是超怕，但是我这个人有个特质是怎样呢？就是越怕的事情，我就会越兴奋，我就会越想要去挑战它。I think that's what Singer 2024 wants.Is for us to brace ourselves and to not be relaxed in our approach each week. I wanted that sound to be in the song, paying homage and respect to the sounds that I hear in the Asian songs and in Chinese songs. It really should bring us in because I believe it's about us joining our cultures. 谁啊？是我。谁呀？来了就害怕了，回去啊？不是说，是吗？对，你终于来了，我终于来了，好吓人啊！你咋想的呀？你犹犹豫豫的不来？我真的，我不骗你，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跟你说假话。我下飞机那一刻，我就有点又有点，就有点想回去，来不及了，对，只能往前冲了。而且这个舞台，我觉得现在不是说要跟谁去 PK， 就是你敢于面对自己在现场。真唱的时候那种瑕疵和紧张，我觉得他会把那个瑕疵放大一万倍。没关系，我告诉你，我已经被放大了多少个万倍了。你知道我这差一点被淘汰。我之前反正被淘汰过，又复活赛又来冲，就是啥感觉？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不是直播，说实话，那个压力要小很多。的确有很多很多，但是敢不敢上这个台，这个咱们另当别论。反正我不是谁都敢上，我现在害怕，现在害怕。我从发完那个官宣，我就说手机不要再让我看了。我之前就已经有网友说我就是除了丑就是吼，就说我唱歌就是没有脑子，只知道吼。我也一直说不看手机，还是要看。我这手欠呢，没事儿，它跳出来呀。我看吧看吧，没关系，面对勇敢面对，是吧？咱都这样了。看到那个龙龙那个，其实我觉得龙龙内心挺强大，上来就给人家说汪苏泷难听。他得承受多大的压力，这种锻炼简直了，这一辈子有这么一次锻炼他都会成长得很快。有担心网友说审美疲劳，对不对？或者是回锅肉，那是必须的。网友他就是他有这个绝对的权利去这样去说去想，没毛病。你站在舞台上，你就要去接受大家的赞美或者是批评。我们总是被包装得很美好，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失控一下了，知道自己的真实的状态，知道自己真实的斤两了。好，拍一下，谢谢。稍等，请坐。好，这里有一个东西。啊，好嘞。哎呀呀，冲榜密信啊，还有一个人冲榜歌手吗？所以意味着这一周刚部位就有可能，我就要对走啊。Қымбаттан шілер армысыздар, орталарыңызға жарып кірсем деп келген әнші Рухиямын. Мен Қазақстан деген әдемі елден. Кіші бір қанайшы Димашидің қапыңы. Білуімше, екі апта қатарынан сахна сынағынан өтіп жатыр екенсіздер. Бұл тауқылар осы аптада да жалғасын табар ма екен? Тікелей эфирде жалық қанша? Сахнаға шығуды тағатсыздана күтудемін. Шантемо, Фаузия, Йеллоу, Суннан, сіздер дайынсыздар ма? Та жи ял жан ма? Two weeks in a row, guys. Yeah. It's enough. 啥感觉，姐？没感觉。咱就已经自己都自身难保了。